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82面啊，582面第一行，对中啊看起啊，对弥陀所操看起，弥陀所操法。一正见者，杂之文，六各之时，所得真觉，以非安立地理分明，没有错谬过。八净土的内容，会当讲，把所有的佛法全部拢包括在其中，嘛是佛法学习的八功目。第一个是正见，昨昏咱学到这条啦。简单来讲，必须要把三界88品见血断尽，才算是正见。佛门这个正理呢，不会拢是正。正理招牌日来是非常的不容易啊！啊，伊要求的水准呢太悬了。一般来讲，至少是修行初古以上呢，啊，这算是修行的37道品，也大乘的水平呢更加悬了，标准更加悬。见血里面，第一个心见，咱想看卖。了道内面众生，都一个不是把心看作是家己。只要有这个错误的看法啦，后面啊拢错了，这是头一个，不容易啊。《因公经》，中国人拢真熟，读的人真多。前半部呢，佛教人破思想，那真正放下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这个思想啊，甲所有一切现象包括其中。我想执着有我，唔知我是假，我不可得啦。执着有人相，我以外是人。众生相是讲整个宇宙，所有一切现象，
也想加上呢，是讲时间啊，众生相嘛，就包括空间在内，时空之内所谓现象。现代科学家给分作三大类：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。金刚经四相包括了，连四相拢放下，这才是正见啊！为什么呢？我最近顶面有讲一句名言：凡所有相，皆是浮梦。为什么呢？相有性空啊，事有理无啊。这个讲法无错啊，不过一般人无办法来理解。我初学佛的时阵，读到这个经典，看到祖师大德的注解，老师因的讲解，是唔是有体会到呢？讲实在话，根本都无体会到。为什么呢？道理真简单，老师因无入这个境界，因哪讲会出来呢？啊，因所讲的是古代德的注解。所以照本宣科，念念念念，实际都无确立啊。这是困难的所在。你看现在所体会，哇，感觉比古灵古较好，不是咱静掉。咱嘛无证到，咱是啊得到科学家的报告，呀，这个世界上尖端的一寡物理学家，透过因的报告呢，咱啊提来个经典、个古代的个著述来对比，发现了。发现什么呢？发现经典和古代的著述，和现代科学家证明了，就应当不是假啊。凡所有相，皆是浮梦。啊，咱都唔知影讲，眼前所有的境界是浮梦。拢以为是真实，这个见解啊是错误呀，无看到真相啊。啊，咱对《菩萨处胎经》内面看到，释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。这个对我非常要紧。佛问弥勒菩萨：“心有所念，这是讲咱凡人啊，心内面起着念头，咱啊凡人起这个念头，就起这个念头，是啥人去追究这个念头内底有几念？有几相？有啊，几色呢？
也有几念，这是自然现象。有几相啊，这是物质现象。有几色，那是啊，精神现象。分那无门，六道凡夫永远都未起这种的疑惑啊，未问出这个问题啊。这个问题啊，只有佛问得出来。啊，弥勒菩萨咱知影，伊是大乘内面的唯识专家。因现在学校里面分科，伊是一个专门研究心理学的啊，会使讲是佛门里面的心理学专家。弥勒菩萨答复世尊讲：“伊但只是讲时间真短，伊但只。”有偌侪念呢？32亿8000念，八千是单位，八千是十万，32亿乘十万，320条啊！这一单子有320条的念头生起来。这是属于自然现象，念念嘛有形，每一个念头拢有物质现象出现。拢有物质啊，就是讲你会看到物质现象。应该有色，每一个物质现象内面，拢总拢有精神现象。那精神现象是什么呢？受想行识，就是感受。那想就是分别。行是相续不断呢、啊，那色包括记忆，那现在科学用的记忆卡片，伊会记录过去呀。也幻想未来，这是受想行识啊。头前是色，色受想行识是什么呢？佛法里面讲的我闻这个现象，我闻里面三现象具足，就是自然现象、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，一种具足。在那念的之间，这一念，如果我们今天的科学是用秒来做单位的，一旦只比秒较短，一秒钟会断几摆呢？我会断四摆，我相信有比我断更加紧的，年轻力壮的。如果一秒钟断500，这个数字啊，就达到一秒钟1600条啊。啊，咱来知影，一秒钟这个念头浮动频率啦，是1600条次，每一次是一个画面呐。就是一个受想形式啊，
前念灭咯，后念佫生咯。前念唔是后念，后念唔是前念，念念拢是独立的，而且绝对啊，无两个念头是完全共款。大同小异啊，那念头产生物质现象，按照阿赖耶讲的顺序，第一个是阿赖耶业相，业相就是念头啊。第二个阿赖耶转相，就是阿赖耶见分精神现象受相形式。第三个呢，阿赖耶境界相是物质啊，所以物质跟精神永远是分不开的啊。伊是一，不是二啊。伊的完成速度，你也知影是1600兆分之1秒。在这个时间内底，伊完成啊，完成了后，伊当时就消灭了。啊，咱读到这个经，看到科学的报告，才知影讲《楞严经》上所讲的。较早阮嘛学过《楞严经》，嘛讲过真侪摆，无讲清楚。《楞严经》上讲的现象，整个宇宙现象，当初出生。水处灭尽，里面的菩萨跟世尊对话，咱才恍然大悟。悟了后呢，这个正见正思维，咱就明白了。你把这个物件看清楚、看明白了，你的境界才是正见啊。你无迷惑伫这幻想的顶面，所有现象拢嘛是希望的。就亲像咱看电影、看电视同款，屏幕当中现的这个现象是幻想啊。什么是幻想？刹那生灭，前念灭，后念生。前念不是后念，是一种什么现象？相思相续相，而每一个相都是独立的。相思相续啊，绝对不是讲伊完全是同款的啊，无两个念头啊是同款的。也佛所讲的五蕴皆空，佛所讲的不生不灭啊，无所有不可得，也是讲这件代志啊。世尊当年在世无容易啊，讲八字讲了二十二年当中，有偌济人开悟，明白呢？对，这所在明白了。就是宗门所讲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见性成佛，修行证阿罗汉果。
啊，大乘呢破无明啊，见佛性啊。所以天台大师讲啊，37道品涵摄一切佛法，伊老大人讲这七科啊，每一科伊拢用总通并完四教来讲，说明伊是真正涵摄一切法。宗教是小教，就是修行宗教的37道品，通教、别教、弯教。弯教顺大乘，随境见者。圆寂大师嘛是因十七论来对这段话来讲的，六觉之时所得真觉，真正明白咯，真正弄清楚咯，现代的物理学家，研究物质，物质到底是什么呢？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发现的，伊伫布局当中甲咱讲，伊讲实际上，咱这个世界绝对无物质这个物件存在。咱看拢是物质现象，哪会讲无物质的存在？伊讲咱看错咯。物质是什么呢？物质啊，是意念变现出来啊，所以意念是物质的基础。意念那无了，物质就无了。有物质现象，你就有念头。先有念头，后面才有物质。普朗克啊，是爱因斯坦老师啊，这个发现对佛法是非常大的贡献啊。本来大乘经常相讲，这件代志危证弘地啊，你那是家己无亲证。你哪会知影呢？佛菩萨所讲的，咱拢改也错改了。自认为讲听有了，实际上无啊。佛嘛承认你理解个未歹，听多是无共款呐。听多管的人。理解较深，听到家人理解较浅，这嘛是一种的自然现象。所以那是讲伤深，咱就听无啊；讲浅，咱就听有啊。这是科学家对佛法真大的一个贡献啊！这个贡献会帮助咱解决问题。解决什么问题呢？
现前地球上灾难的问题啊。地球的灾难是物质现象，科学发现到这个现象，伊未当解决啊。为什么伊是专对物理上来去想的？伊无对心理上去想。为什么唔知啊？物质现象是对精神现象变现出来啊。那是知影这道理，咱的精神呐、啊，会当主宰物质现象啊。你都爱加点精神现象来得用功夫咯。物质现象自然就产生变化。是不是这件代志确实呢？对用咱的身体来讲，咱对家己有坚强的信心，所以现在难啊，伊家己都唔相信家己啊。你那是丢边啊，都真歹医治咯。为什么？对家己无信心，那是讲对家己有强烈的信心，我一定会恢复健康，伊个病啊真容易医好啊。治疗方法、医药对你个病会好啊，大概是只占嘛三分的力量。另外七分的能量对到位来的，对信心来啊，这重要啊！那讲信心完完固着，你这病无需要治疗，自然都会好。有这个啊，前几年，咱有看到山西小医四十外个得癌症的医生宣布，因的寿命只有两三个月。那这些人都是误会的，个治疗放弃了，个死死放弃了，只有两三个月嘛，一心。专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。念了三个月，伊也阁无走啊，病拢好了，阁去病检查无咯，问咱怎治疗？无任何药物治疗啊，根本都无想要治疗，求往生啊，这病拢总拢好了。四十外个人呢，唔是一个两个。这个道理现在咱清楚了，信心治好呀。今仔日地球上这多灾难，原因伫倒位？原因是咱把信心丧失咯。那前几年咱有讲到。贪嗔痴慢疑，是病因啊。万分恼怒烦，是病的因啊。反映在咱这个孤注的地球上，水灾、火灾、火山爆发，地球温度上升，洪灾、地震，现在看到的真多土石流，
台电那像送去咯，山会倒落来，陆地会沉到海底去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变态的发生啊！各有现前啊，因缘故啊。那是咱讲我了，真像准呢。世界上有几位科学家，在澳洲悉尼开会，后半段讨论到2012啊。在咱的语言，要安怎对治呢？美国有一个科学家布莱丁，伊就提出来了，2012应该是全世界人民。反省回头时间的一个机会契机，伊讲只要地球上只的人，都会当啊去学用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灾难就无去。那灾难无，地球会走向更加好。这位讲得不错啊，跟佛经上讲的是同款。啊，咱修学大乘的人，一直在听都听有。不过问题呢，啥人会当回头啊？啥人会当断路修仙啊？啥人会改邪归正啊？问题在这地啊，这个问题具体落实，唔免问别人，问家己。对我来做起，对阮兜啊来做起，对我这个小团体来做起。咱来认真来做，有效无？有肯定有效啊！山西小院那是非常好的一个例，一点仔都无稀奇，人人拢做会到啊！但神经交摆伫即地，你的信心升袂起来，原因是啥物？你无听有啊？在经典，你若真正听有，真正创清楚，明白了，你信心就升起来，而且这个信心的坚定不移啊，产生真大的能量。啊，明白了后，你就袂啊贪生怕死咯。为什么无生死啊？生死是假，毋是真呢？永远的存在。慧能大师见性，感受讲呢，不记诸性，本不生灭啦，不生不灭啦。迄诸性是你家己啊。宗门上讲，浮表未生前，本来面目啊，而且你的灵性啊，不生不灭啦、啊，你就袂贪生怕死咯。
啊，绿岛是花界，是一张网啊，是一出戏啊，叫人生如戏，唔通个当真啊。爱学，但行拢爱放下。爱真正明了，变化界、虚空界，甲家己是一体啊！这是事实真相啊！但《圣经》教上讲的诸法实相，你还知影？一体是偌亲切啊！唔是一家人啊，一家人各人有各人的体，唔是安尼。整个宇宙甲家己确确实实是一体，所以真正明白、真正感悟，慈悲心，慈悲心是性德啊。自性内底本来有诶，伊自然对露出来，起作用。这个作用是什么？这个作用是大爱、博爱。你爱家己，你爱一切众生啊！你会把一切众生看作跟家己同款，绝对无分别。这是真正感悟了。诸佛如来、法身菩萨，都是这款的呀。无一尊佛，无一尊菩萨，未关怀众生啊！关怀，那现在有难啊。那伊那未来，唔是未来，伊来无路用啊！来对咱无好处，会增长咱的故事啦、啊。伊未来，无来是自闭，为什么咱唔相信啊？咱讲伊是迷信，这款的心态对佛菩萨都是在造业啊！那咱愈陷愈深，所以啊，伊未来。什么时候伊来？咱真正相信伊，真心。真听话啊！真正会当依教奉行，伊就来了。伊对到未来呢？来无来处，去无去处啊！《楞严经》上所讲的“当处啊，出生随处灭尽”啊。那诸佛菩萨啊，如是。咱啊，多一人唔是如是呢？全拢嘛是当初出生，随处灭尽。咱这世间，甲电视、荧幕顶面的画面非常类似啊。啊！电视顶面的画面，伫荧幕顶面，是毋是当初出生，随处灭尽呢？伊个速度真慢啊，无紧，一秒钟，24个生灭，我即个啊，有电影的即个。两片啊，这是电影啊，
过去电影院内面所播送的每一张都是一个幻灯片啊。在放映机内面的速度是一秒钟24张，也就是说24次的生灭，每张都不同啊，每张是独立的，你就会想说佛经上所讲的当初出生最初灭尽，啊，就是这款代志啊。我现实环境一秒钟有偌侪张呢？拄则讲个1600条啊，唔是1600张啊，1600条。你哪会知影讲外面这物件是假啊？哇！家现在知影讲，这个速度是非常的紧啊，无讲出数字啊，只讲是极快速的运动。弥勒菩萨把数字讲出来咯，咱算出来，这个1600条是弥勒菩萨讲的。咱看到都是这个啊，每一秒钟1600条张的幻灯片在移动，咱看的是这种现象啊，这是正见啊，无看到这个拢叫做邪见，不是正见。你看这个正见的标准有偌高呢？所以见血断筋这叫正见，思想那断筋这叫做正思维，就是你的思想纯正。哇，一句说六道来对找不一个是正思维啊，思想纯正的一个都找不啊，因为正思维的人至少是啊，阿罗汉，阿罗汉无伫六道啊，伊离开六道，思血断了。头前啊是见血断了，正见，思血断了，这就是正思维，思想纯正。思血81品，覆盖分作五大类。这五大类都是贪嗔痴慢疑，咱讲的病因啊。对个人讲，身体未好，病真多，拢是这五类啊。这五类那是无咯，你的身体都恢复健康啊。你无需要过用医药咯，你徛起的所在环境嘛健康咯，即水旱啊、风灾、地震啊，即个灾难，即所在拢总未发生。为什么呢？因无咯。啊，正知正见的人愈多愈好啊，力量愈大。这个地区下当有十几二十个人，大概方圆两三百里拢未有灾难。
啊，如果有一个五六十个人，不一定住一个地方，散居伫台湾各所在，我讲数字无多啊，有五六十个人，政治政见，台湾这地区永远未有灾难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科学家提供一个数据，地球上现在灾难这么多，免哪救呢？哎，政治政见啊，呀，都爱偌济人才能救这地球呢？科学家提供一个数字，以地球总人口大概是65亿啊，到70亿，地球的总人口1%的冰封军，按你来算，你大概是8000人的款啊。地球上会当有8000人，亲像布莱丁所讲的，去恶用先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用佛法正知正见，唔免做都两条啊，正见。是五种见识放下了，正思维是五种思识放下了，五种思识就是贪嗔痴慢疑放下了，地球上的灾难就无了。如果是未当完全断绝，即系灾难会大幅度减轻，未讲有重大灾害。8000人啊，不是念佛祈祷就会用呢？念佛祈祷是有小功德，还是头疼医头，脚疼医脚？那不是根本办法，根本办法是要有真实功德啊！真实功德是断见思烦恼。这个要求的标准不算说很高，为什么大家人都是做得到的啊？和向上提升就做不到了，这是我们做得到的啊。做到什么呢？跟初古师徒缘相应就会用你了。修行四果四向，咱做个第一步，初果向，向着初果这个方向，无正着初果，对三星这大力量。那讲真正8000人正着初果呢？地球上的灾难都无了。为什么呢？是8000人是有福的人啊，福人积福地，福地福人积，做做罪业的人是向这些有福的人的福啊，分于福气啊，向因的福啊。那就8000人要修呢？我真想要和我也是会变做这8000人当中的一个，会用你未？
毋是，你心想诶，是爱有事实啊。安尼想看这个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这部经章，释迦牟尼佛甲咱介绍诶。阿弥陀佛，建立西方极乐世界，为什么呢？为变化界、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内面的六道众生啊，都像咱这款呢。六道众生被迄颠倒造业受报啊。耶罗世界是为了这些人来建造，伊凭什么建造呢？因阿弥陀佛无量劫来皆功累德啊，这是基础，你袂当唔知呀。咱那该算一个阿弥陀佛成佛，现在是十劫。成佛以前，伊也修极乐世界，就修五劫咯，就是十五劫。十五劫以前，伊是无量劫累积的功德。当时伊是大国王啊，这条王。伊啊，做国王的时阵，有一尊佛出世，就是世间自在王如来，听佛讲经说法，开悟了，放弃国王呢，这个地位。出家修行，第世间自在王佛出家咯，也发名叫做法藏，法藏比丘啊。你做法藏比丘的时阵，伊发四十八愿，愿发咯，愿发来修行啊。来兑现啊，用偌久的时间呢？用五劫啊，五劫的时间，啊，四十八关，万关拢兑现，圆满的成功咯。所以极乐世界是啊，法藏比丘四十八关五劫修行功德的成就。无功德，你要哪成就？人今仔日学佛，要按怎才会通成就功德呢？应该得定，因定开慧，这是功德啊！为帮助苦难众生。帮助因离苦得乐，帮助因普明开悟，帮助因往生净土啊！亲近弥陀，菩提成佛，这是功德啊！无这个功德未用呢。所以这个功德是按怎来的？依教修行，今仔日确实时间太急，在咱一个眼前呢，办的法门是未赴咯。专修专弘无量寿经，
就是这部经，就是这个方法，这个方法就是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唔通搁再有家己的这个念头，把家己放下，你就成功了。表现在日常生活内底，工作内面，处事待人接物，无家己，只想着苦难众生，我要哪帮助伊？只想着净化救助，其他拢总放下。这款人。会到有八千人，地球就拯救了。这个经来详细讲啊，啊，全经，咱即摆对头到尾学一。边，估计呢大概要1300小时，啊，咱现在一堂课是2小时。现在差不多已经超过，已经超过450集了，超过900小时。如果真正有发心的同学，咱会当找600-700的同学。大家拢来学这部无量寿经，拢来讲这部无量寿经。每一人一天讲2小时，这部经啊，每天啊专经都是2小时的当中，这部经对头到尾拢播讲完毕。安怎播讲呢？啊，咱譬如讲有这个700个老师，每一个老师讲2点钟，这部经敢是2小时就会讲完呢？你想要听多一段，你就选一段。会产生真大的能量，这个能量会帮助世界化解灾难。这个嘛是一个啊，真好的办法啦。学传播不容易啊，我只学这堂课的2小时，无困难啦。会当有这个环境。现在方法是有咯，想不到咯。主要是客观的条件，咱有这个缘无？有这么多人无？我哋经常常常咧讲。一切法从心上生，心上殊胜啊！咱若定定有这个念头，定定有这个想法，真行真愿，希望甲阿弥陀佛相应啊！真正。救世啊！
啊，这是正见正思维，正思维是什么呢？见处立时，无老心相应。什么是无老心？本经经题后半部所讲的清净平等觉，都是无老心。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，这是相应。遐句的正觉是阿罗汉，公义的正觉是妙觉啊，佛果，那是圆满的正觉啊。诸位丈量为令正中入涅槃果啊，入涅槃就是回归自性，在净土呢是回归上十功，正着妙伽古位啊。于是就爱正思维，才会当正着啊。有正见，有正思维，才有正悟。捌正道，嘛是悠悠性悟渐渐啦，就亲像八层楼同款的啊。正见是第一层，正思维是第二层，正悟是第三层。有顶面一定有下面，有下面无一定有顶面。不为心无瑕疵啊，唔知心啊无错误的念头，以无老地业靠事业，诸事成无果，靠的事业。不妄语，不良舌，不绮语，不恶口。这是正悟啊！诸事成悟。是四种口果，我倒转来就是四贤悟。不妄悟是真心悟，念悟真心啊。两些是雕把是非。良善的反面是好爱物啊，要好敬需要伊啊，和睦相亲相爱啊，欺侮呢是花言巧语欺骗别人，话都转来善言善语善卡方便，诱导众生远离邪道啊。
我叫就是言语粗鲁，互别人听起来真歹听。我倒转来，嘿，就是刘和武。我喊你粗暴啊！第四敬业，也是做作。做作的时阵，称为师。做作完了后，这个结果就叫做业。像学生在学校读书，每天拢有作业。啊，功课修完了叫做毕业，完毕了。业会招来后面的顾步啊，成业有成果，恶业就有恶步啊。有福的人来求正业，以无老地，无老地是真实的智慧，老是烦恼的代名词。智慧来对，唔通夹杂着烦恼。烦恼头一个自私自利，这是无办法避免的。智慧的内底咧，有自私自利，有名门利用，系叫做有老弟。有老弟是智识，唔是智慧。有老的弟，智慧嘛变成智识，无老呢？无老的智识啊，就变成智慧咯。这妙哈！无老呢，将来都无为家己的设想。想什么呢？想天下的人，想一切众生，这都是无老。修净化救助，佛法是净化啦、啊。如是净化，都是净化。这个世界上真正最好的宗教，拢是净化。净化不是指一家啊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千万年来。真正侪个族群、老祖宗留落物件，你细心去体会，也去观察，拢嘛是正法啦。遮个正法拢嘛应当爱学习，拢应当爱甲伊啊团队落去，世代相传。净化才会救助，希望以佛门做一个，每一个宗派拢有团练，每一个宗派拢亲像过去同款，有大祖师出现，有要有可能，有可能啊。经典里面跟人讲，只要一门深入，当时分修，对成功。
过去伫中国，无论是儒是佛是道，世世代代拢有高人出现。现在啊，这代无咯，什么原因？那个老祖宗的方法淡掉了。呀，绝对不是讲现在人聪明、智慧、福报不如古人，或者我不承认。你是什么？咱个路行错了。古人只有一条路，一门深入，当时分修，伊成功了。十年以上的经历啊，时间用在一门顶面，伊哪会未成功？现在，那个咱祖先的物件单挑。有外国人讲下道文，什么拢有乱咯，有杂咯，学物件太多，常识啊真丰富，智慧无啊，所以会拄着灾难啊，拄着困难啊，无办法解决。这是人眼前啊所看的事实。那是讲真正有人无老师不要紧，你只要真肯学，你学华严经，找一个老师，现前无老师，找古人啊，找清凉大师，清凉大师有华严经所抄，专学华严经所抄，以清凉大师为老师，你是清凉的师叔弟子啊。如果有十年到二十年，华严经透了。华严经啊，一代祖师出来了，那也做未到了。只要你真正去做，你甲自私自利甲放下，名门利养甲放下，我有六顶放下，贪嗔痴慢放下，你肯定成功。最奇缺呢，就是夹杂名门利用伫即内底，啊，你袂当成功，你无顺啊。所以基本功非常重要，基本功就是儒释道的儒家的这《弟子规》，儒家的《感应篇》，佛法的《十善业道》。每当百分之百做到，至少也得做到百分之七八十，你才有这基础。然后啊，一门深入，当时分修，你决定成就，专攻华严，华严菩萨啦，专攻法华，法华菩萨啦。只要学一门啦，唔通学多。专攻一门，喺度叫乞丐。就方法，方法是祖先定的，绝对未违背。
一般中等军性的人，我讲这个中等军性啊，是啊，军则个真好，无则军呢，绝对未成就。军哪则好了，用两日时间则军。两年的时间，把这三项物件做好，真正做到，这不是念，不是背，不是讲，是你实际上的生活，言行规范，必须要做会好。然后以真诚恳切的心去读诵，去学习，读诵经典，学习注解，读诵经典是求啊根本智啊，研究注解是求晓得智。会当同时进行的，图像经典呢，也是注重在得定，就是得到清净平等觉。研究注解注重在开智慧，福慧双修啊，定是福啊。十年未成功，十年无成功，十五年，十五年未成功，二十年，你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功，如果有人问说，我没那么长的寿命呢，你认真去做，寿命会延长啊。为什么净化需要你啊？众生需要你啊？你已经无寿命了，众生需要你，净化需要你，你就要长久自世啊！跟你家己的寿命毫不相干啊！这个道理你也捌啦。你住在这个世间，不是为家己，这会甲佛菩萨感应就够啊！这才是正业，如新三种一切邪业，诸。清净心业果，这个新的三种邪业是讲杀盗淫，决定爱远离啊！日常生活当中，决定啊，唔通去伤害众生。小动物都未使去伤害，爱跟人结坏缘呐。芒塘高下拢有灵性啊，用真诚心，甲讲甲伊啊沟通。伊袂伤害你，为什么你爱护伊啊？伊嘛爱护你啊？你抬伊嘛要抬你啊？报仇啊！冤冤相报无完无了，所以用真诚爱心，
对小动物就亲像对佛菩萨同款的真诚恭敬啊，咱恭敬伊，伊嘛恭敬咱。大家共同生活伫这个地球上，互相敬爱，互相关怀，互相照顾，互助合作，这偌圆满呢？为什么杀戮呢？绝对唔通杀生。绝对也唔通偷盗，偷盗最轻微的呢，就是占便宜的念头啊！占便宜的念头是盗心，唔通有啊！对这个所在去学习，在有个成功啊，才会有个圆满啊。我倒转来，唔那袂占别人的便宜，也过来专心专力去帮助别人啊。为什么？无私啊！哎，怎样？我是回报不可思议啊，大福报啊！在布施得到财富，发布施得到聪明智慧，为布施得到健康长寿。诸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，把一切众生、一切万物关系处个遐好，什么原因？这三种布施，乐处不疲，真做啊！所以果报无比的殊胜啊！你嘛想要做，做的时阵佫怀疑，所以啊，你收袂到效果。是为了好过，你的信心都下降了。所以啊，你的修学就是真恶成就啊！真正的成就必须要坚定信心。布施的心啊，定定更大你的心来啊！随时随处拄到有缘啊，你都爱去做啊，欢喜做，真像佛菩萨同款呢。布施内面最重要的就是发布施，大乘经内面讲啊真多，比如真多。大千世界七宝布施，不如就是慈悲戒、慧能功、四句偈的功德。为什么四句偈真正讲得好，已经听有了，已经觉悟了？这个功德太大了。在布施，即会当解决伊物质生活问题，功德无大，所以发布施排伫第一。三种布施，发布施无比殊胜，爱怎样？像发布施的人，聪明智慧。大家向上提升，所以唔能当酸，唔能惊艰苦，
真艰苦，家己都未去做咯。未去做的时阵，智慧就停伫遐，未去向上提升咯。愈做愈欢喜，愈做愈健康啊！实际上，没用其他的方法啦、啊、来补助，无需要进步啊，无需要用任何来帮助你身心健康啊，因为心健康，心是心的主宰啊。这道理难不知呀？真正修行人伫军代，大家拢知影虚魂老和尚，往生时阵120岁。伊魂和尚敢有食一寡补的物件呢？敢有逐天去做健身运动呢？拢无啊！伊安怎不健？清净心念念。心清净，心就清净，身心清净，环境清净。而且三昧现前，外面境界就得转了，境随心转啊，境内底透一个就是心。心安怎转呢？转烦恼为菩提，转疾病为健康，已经假转了。什么时阵，咱真正肯定相信这个？心念是主宰，所以佛弟经常常讲：“这心一处无事不办。”这心一处会成佛，会得定，会开悟，会转山河大地。会转太空当中的星系，有这么大的能力啊！这佛讲的话可能无？你呀、啊，去问遐个啊物理学家，大科学家，你爱甲佛法讲也甲伊讲。我相信，因会回答你的，伊相信。为什么呢？变化界、虚空界，是念头变现出来。不是对到未来啊。华严经内面讲得真清楚，这个注解内面用啊真多。延寿国师梦境黄恩观，这篇论文非常有价值。也咱捌有记两遍，无这个基础，
真侪大圣经咱也看无。都是看咯，莫怀疑，严加甲肯定啊。对佛法，对祖师的论著，对科学的报告，从合格来看，咱相信咯，未过怀疑咯。大圣转变家己的境界，咱来做实验看用得未？时间内底袂当有怀疑，怀疑是障碍啊，互你的实验进度会变较慢。即使好怀疑都无，进度就会紧。经过真紧度的现前，身心健康，烦恼少了，智慧增长，妄念少了，心定落来了。确实改变了，对有世出世间一切法，也看法不同了。愈来愈清楚，愈来愈正确。都是灾难啦，现前。不惊不怖，了无其事啊！未感觉风中错乱，未啊！对一切事也唔免去攀岩，虽然。哇，主宰啊！虽然内面有智慧，攀岩生烦恼啊。为什么呢？攀岩用的是妄心，虽然用的是真心，真妄不共啊。伊啊！著作为咱无正，正业互咱的心安理得啊！下面第五正名，这个名是咱现在讲的心名。也都是咱要维持的这个画面，你不老地，通读三业中五种的邪名果，三业是心口意啊，五种的邪名，主要就是要对出家人讲的。当然，也在家嘛爱知影，这是日常生活当中袂当离开的。你五种邪名，五种邪名，第一种。无论种树都是种行业，
出家，无论修学都一种的法门。伊的目的是为名闻利用，那就错了。这叫虾名，为什么呢？故不在三道。为什么这么严重？因为你也是佛教招牌，用佛教的招牌来欺骗善良的信徒。你在这里对得到名利，早年不有人跟我说用这种的方式得来名利，古朴是不好的啊。这个不好的意思就是在地下啊。这条都是偏偏最容易去犯掉的，所以咱想到释迦牟尼佛在世，伊老大人甲咱说，示现呢，那就是教咱呢。啊，这啊，这无错啊，你莫都甲拍出来咯，为利用诈骗。基地上啊，这个诈都是不是真实的，故意的，做假的啊。啊，咱现在讲标新立异啊，引起一般人好奇。在佛法里面，亲像放光现水，现在拢会当用科学技术来做，有真侪咱拢想袂到。引起一般人好奇，现在的这个现象，我在初到美国的时候没多久，有一位法师，他在还没出家以前，他是道士，有道有一些法术，那像是有点神通，有很多信徒再去出去都一样去看他啊，有当时啊，伊会叮咛一句啊：“你若有甚物无舒服的代志的时阵，你就来找我。”一人回去了后，遐也疼，遐也疼，就真正无舒服。所以时阵，伊就甲你治好咯。这舒服了不起啊，有心痛啊，有知知影讲我有甚物问题。搞我一个医就医好咯，于是伊是用一寡法术护理的啊。你伫遐咧这一做，有一摆有一个比丘尼去看，伊也甲这个比丘尼讲：你回去了后有啥物未爽快，你来找我。回去了后，果然马上就想唔对啊，一定是咧作怪，
伊都唔去啊！啊，伊拍电话问讲，你有啥物所在无爽快？真正是有，伊回答讲无啊，无啥物无爽快，我真好。啊，即摆嘢法师啊，都袂灵咯啊！其实是有效应的啊！伊知影讲这个代志，感觉到咯啊，都甲老师讲无代志啊，我真好，真正常。大概啊，几小时了后都无代志咯。所以迄个法师维持时间是有时间性的，迄个时间自然就无去咯。哇，拄着即款的代志啊！这位老法师，我也去访问过。哇，对伊是经历万劫啊，已经过身咯，无在世间咯，多种真多啊。现在法师啊，这是属于这类的，目的拢嘛是为着利用啊。这利众嘛是为利用诸佛啊功德啊，好菩萨啊，做事大德，拢真谦虚。拢真力量啊！你看看《华严经》的尾后啊，现在53参，53位大德，也拢是诸佛菩萨再来。无一个人家己赞叹家己，你详细去甲看卖，拢是赞叹别人，谦虚家己。无量法门，我只知影这点啊，尔。别人拢比我较高强啊，拢比我较殊胜。主赞非他，是菩萨的等界啊。那像儒家菩萨戒本是列在这个第一条的等界，绝对是不稳准的。论语里面，咱看到孔子讲了一句话，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周公是迄时的圣人啊，是孔子一生当中最崇拜的人，最尊敬的人，亲像伊遐大的德行啊，才华，书教请恁。看出什么？有五万骄傲，私教请饮饮食，还是无大方咯？有骄慢的态度，胡子后面一句话讲了：骄则不足观呀。说明什么？伊呀，所表现拢嘛是假，唔是真呢？啊，就是讲正人君子绝对无骄慢的，无啊小气的啊。你对这两方面来讲，伊啊处事待人接物，肯定是谦虚，肯定是大方啊。台人真忠厚，
真爱照顾别人，家己积欠，生活清苦一点啊，寄落来物件帮助别人。这是正行君子之道啊！这是第二种的舍命，第三种积暗相吉凶，为人说法。有无？有啊！也有真侪信徒，也阁真正相信。我拢拄着真正侪人来问我，是毋是会算命？是毋是会看相？呀，法师这个当中是毋是学有啊？阮少年时阵。真侪法师啊，伊就会去找这主来看研究这物件。目的啊，无别项的啊，也是啊，希望别人啊对伊恭敬敬仰啊，用这方法来邀信徒。拢是为了利用，这就错了。离开了学佛的本位啊，佛法绝对唔温存这代志。阿兰文殊佛吉祥经里面就讲得真清楚，第四个歌声显威，令人畏敬。在大众当中，所谓众魔作妖，都出伊个地位啊，目的嘛是要互人来恭敬伊啊。最后一个，说的恭敬以动啊人心，这就是咧比赛啦。你甲看，某人对我恭敬足多啊，你即落伤少咯。这拢嘛是叫做邪命啊，邪命当然也阁有真多啦。佛在即地有故，即五个字，甲咱讲，总共一句啊。唔通去救，明明利用，但是救明明利用这种习气非常的深，啥不爱明明利用呢？佛为什么要叫咱远离这些呢？这是六道生死的根啊！这物件若无断，六道的业都未断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伊在造业啊！学佛目的。是要脱离六道轮回，这些物件是帮助你永住啊，
六道轮回未当出去啊，那会当去做这个？所以这个是必须要放下呀。呀，放下了后，这是叫做证明啊。啊，咱修道生活一定要简单，世尊在世突破，现在南洋亲像泰国、缅甸，这也修行国家。到今仔日也是咧行突破制度，你去甲看迄边的法师，因食肉，因是食素，人可以什么食什么，如果为利用呢，有分别，伊就错了。啊，咱想着安世过的故事，安世过一个同学，明经护师啊，护法师啊，都、就是托拜时阵，托个饭菜无好。伊啊，心内就无快乐啊！罗万分，偷着好伊就欢喜啊！都是这点啊毛病，死了后，对在精神多，因为伊啊明经。啊，好师，伊是恭敬法师，佮真爱布施，真正是好法师啊！对这生道就做灵王啊，做灵王嘛真辛苦啊，做袂少业。安世哥佮伊是同学，安世哥得到伊去甲救啊，到底红西啊！用丁鹅迄、那个所在做灵王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伫下一段把这故事播出来，真值得咱啊警惕个啊！哎，这来对业因果报是何不爽？未当无注意啊！好，咱都学习到这点。